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南市主题月。我们本月的主题周是高妈点周，看平常谁对你比较不好，你就爬到那边，我就把它戳掉哈。幸好里面没有我哈。好，他就是他。跳跳糖吃了以后嘴巴你会跳来跳去，火龙果。哦，水果糖哎，小时候就有这种水果糖，那也有这种水果口香糖。凉糕条打一个那自然吸里面的果汁，那也可以冰起来。我们小时候最常去的干妈店，最常买的东西是什么？弹珠汽水啊，还有那个像王子面那些东西。哦，这个是很好玩。还真的很难呢。怎么会？你看喽。啊，你看。哦，这个。看起来是牙膏，戳一个洞，一边挤一边吸，就是巧克力。先扎完。干妈店里面的什么特质是 Seven Eleven 无法取代的？周边每一同一村的人，那大家都可以认识，都可以不错。而且以前的干妈店是可以赊欠的。好，今天王大妈来买了一个酱油，多少钱？她记在墙壁上，就比较有人情味。对对对，香烟糖，不过包装不那么精致，像新乐园烟，记忆中干妈店的味道，好，暗暗的、旧旧的，没有像便利商店那么明亮。但是里面就是舅舅有舅舅的人情味啊，这是口哨糖，很好吃。BB 糖就是你啦，刚刚哈，这是鲜扎丸啊，这是鲜扎饼，充满了童趣的干妈店周期。Hello， 你对干妈店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锅扎比的干妈店也遍布在台南的巷弄里面。8月18日到8月22日是台南的干妈店周，不妨利用暑假的最后时光来一场干妈店之旅。3天2夜轻旅行，就来台南玩吧！上网登录住宿发票，还可以抽机票哦！特别加码再抽台南古早味冰棒。更多的资讯，请上主题周活动网站查询。月月玩台南，怀旧滋味享不完耶！